2018年8月由13月新乐府联合中国唱片总公司共同发起，并由扬州市旅游局主办的国风音乐季将在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扬州举办，这也是13月新乐府国乐复兴计划系列活动中的一场。据说这里有七场周末音乐会，更有民乐大师云集、宫崎骏动画配乐、跨界民乐等等，你想要的这里都有。国风音乐季部分嘉宾阵容：贾鹏芳、月光下浪漫的二胡、曾为宫崎骏的巅峰之作幽灵公主、张艺谋的电影十面埋伏、侯孝贤导演的微型城市、日本 NHK 大型纪录片故宫等电影电视纪录片录制音乐，徐梦圆、明日之子、国风电音小王子，把国乐与新潮流结合演绎的流量担当徐梦圆，一首 China X 曾让 X 时代年轻人重新感受到了国乐的美，并成为新的潮流。另外还有斗鱼音乐四大民乐小姐姐将奔赴扬州带大家玩转国风音乐节，主播 ID 教主英明神武，房间号2562330，直播场次8月3到4日，主播 ID 周最美，房间号2020355，直播场次8月17到18日，主播 ID 高绿酸熏，房间号2177544，直播场次8月24到25日，主播 ID 少年双，房间号5076010，直播场次8月31日。有没有想一睹国风音乐的风采呢？不要担心，届时这场盛宴将在斗鱼全方位直播哦，官方直播间号5429560。如果还有想去扬州现场观看表演、偶遇主播的小伙伴们，可以去斗鱼音乐官方微博参与抽奖哦，超多福利，千万不要错过哟。